这几代非常的可爱。喜欢 Hello Kitty 的可以去买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专业开箱的好好。今天呢，我去买康士美的 Hello Kitty 福袋。我今天跑了四间，我费尽千辛万苦，我终于买到两袋。哎，噔噔，就是这两袋。我们先用一袋给你们看啊，因为它有点高，它挡住我的视线。这是康士美 Hello Kitty 的限量福袋，这样很可爱吧？它一个福袋卖399，然后它里面的价值将近超过1000块，然后还有一张抽奖卡，它抽奖卡可以抽到名牌包，头奖是一个15万的名牌包，然后二奖是7万多的名牌包，然后三奖是悠游卡的那个出资金10000块，基本上。有抽到这三个都还蛮赞的，我们直接来看它的内容物有什么。不过网络上我已经基本上已经先看到了，它主要是在它的抽奖卡，而不是在它的那个里面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因为其实它有款式 A、款式 B、款式 C， 会不会两袋都一样啊？那就算我衰吧，但那个奖不要一样就好。如果两袋都一样，那当然是两袋都是自己生活所需的用品，当然是最好。如果可以弄，可以抽到那个15万的精品包，我跟你讲，请大家吃鸡排。这是他的。这是干嘛？哦，新春福袋好运抽一波，就是他的那个抽奖卡，那么大，对，你的15万在里面就是看他，好不好？这是插透器卫生棉，那个刚好王母娘娘那个来可以用。这是面膜 ，TT 眼是吗 ？TT 眼保湿金箔黑面膜，面膜，这售价是多少钱？它里面有5包，内容物有5包，保质期限是2年，建议2到3天用一次。不是，我是在开福袋，不是在开这个东西。还有卸妆酵素卸妆的那个卸妆液。还是反光，没关系。这个是妮维雅深层修护乳液。这也多少钱？基本上这些应该都几百块吧。这个也太小了吧？我以为是大的。杏仁酸温和焕肤精华，所以这是要干嘛？擦脸的吧？应该是擦脸的，对。对，它是擦脸的，这个。好的，那我抽的东西就是这样。第一袋。这是我的第一袋。好小。啊、东西好小，好可爱。对。这样。这个感觉不错。这擦脸的有在保养的，感觉不错啦。这个女生专用的，所以可以。这个也是保养品嘛。这乳液基本上这几样都基本上四样是保养品，一样是女生必需品。好，这市值应该有超过399吧？不知道。看一看，应该700-800有吧？好。好，第一包结束 ，finish。怕有落掉哦。好，没有。再来我的第二包。如果真的都开到一样的，那我也是认，好不好？我也是认。等一下拿去送人。哎呦，不一样的哦。不过它款式那些款式只有一些东西不一样啊，基本上东西大同小异。
你看我马上就拉出一个一模模一样的东西，来面膜，面膜，这一样啊，跟刚刚这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样的。该不会是一样的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可是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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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样的。啊、这是卫生棉，是这样。我觉得我还蛮衰的啦，基本上都要一样的，真的是。没办法。这边这边给我上一个 BG。好。这也是我们捡到的最后两包而已。没错。好，不带里面的抽奖卡。虽然是一样的，不过这也算是不错啦，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用啊，对吧、啊、也是我在我家附近找了四间，然后找到的唯一两包福袋。我进去我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还有福袋吗？他说有啊有啊有啊，在那里。我说剩两包好吧，全买了。就是这样。那今天总结来说，这个福袋我觉得还蛮值得买的，因为必需品，是我必需品、啊、而且对女生来说，这些面膜啊、乳液啊，还有这个擦脸的精华、啊、精华霜啊、精华液、啊，都蛮有用的啦、啊。所以想要买福袋的要尽快，因为听说这个礼拜六还会再进一波。那也是有很多人冲着这个小提袋来，这提袋非常的可爱，喜欢 Hello Kitty 的可以去买一个，好不好？ 399， 有提袋又有这些保养品，真的值得。好的，现在来开我们的奖项。那他的那个好运抽一波这个福袋啊，他分上下两张啊，不过我已经撕开，那我会把它撕开，因为方便打开，不会说我在一张一边撕浪费时间。我们的第一张是那个 Uber 的抵用券，还有康士美的九折购物抵用券，这样。那如果想要 Uber 的这个序号，就尽管拿去，没关系，我不会介意。不过这先抢先赢嘛。第二张是我们的好运抽一波福袋七奖，七奖是康士美网购50元。折价券，那你结账的时候输入这个，他就帮你扣出来。好的，再下一个也是折抵金，那折抵金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让大家看一下。如果想要续号的话，尽管拿没关系。最后一张是，一样也是七奖，康士美网购50元折价券。OK。好的，今天我影片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在我影片下方按赞，然后可以帮我订阅，按一个小铃铛。如果有什么想看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如果做得到的话，我就会去做。我是好好，拜拜。